做梦一样，因为喜欢他4年了，然后第一次他在我面前踢球，然后发现就是现实里的梅西踢球要比在电视上还要厉害，就是那个震撼力非常的大。哎，你的包呢？阿根廷给我下雨，大家一起不要停留，不要停留。多少钱一个？20。特别奇幻吧，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距离我们很远地区的一个球星，然后能来到北京，然后跟我们近距离的接触，我觉得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。